真正做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人不多，但这样的人的确是存在着的。你只要对他们稍微一点好，他们就是一直记在心里，从而十倍还给你。这样的人就是心地特别善良，会感恩，并且不爱贪小便宜的人。那么像这样的星座有哪四个呢？一、巨蟹座。巨蟹座就是那种不喜欢欠别人人情的人，你对他的好他都会记在心里，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就会还给你，并且是加倍的还给你。这就是正所谓的投之以礼报之以桃，他们非常感动，感谢每一个在他们困难的时候给予双手的人。这样的人在他们心里就会成为永远的朋友，当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也刻不容缓。二、天秤座。你只要帮助过天秤座，他就一定会帮回来，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吃一点亏，并会让你觉得有了他们你会很幸福。天秤座的人就是非常重情重的人，谁对他好他都会记在心里，可能平时不会说出来，本来他们就是那种不喜欢说甜言蜜语的人，但是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就会二话不说就帮你。三、水瓶座。水瓶座的人不会说好听的话，当你对他好的时候，他除了心里会非常感激你之外，就不会表现在行动上了，他们顶多会说一句感谢你，并在心里记住你的好，当时机到了的时候就报答你。水瓶座说的感谢的话都是真的，他们绝不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，也许你不会当真，但他却都是认真的。四、金牛座。金牛座的人最记得的就是那些帮助过他的人，只要谁帮过他，他就一定要还回去，并且要被十倍的还回去。他们害怕欠人情，十分感激别人的帮助。金牛座就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，他们感恩每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，并感恩所有的一切，不会让任何一个对他有恩的人吃一点。